大家好，我是老神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。当我的世界被黑客攻击，出现了 bug， 所有玩家每隔一分钟血量都被随机变换。我要在这种情况下收集资源，干掉所有玩家，这样 bug 才会修复。那今天我会成功吗？哦，对了，这期视频点赞2333，立马更新下一期。每隔一分钟，我们的血量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比如有些人有158滴血，有些人有382滴血，还有些人只有60滴血，还有些人只有45滴血。真的，真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血量啊非常的恐怖。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要如何玩游戏心呢？哦，对了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模式有可能有些人只有一滴血，而那个人有800多滴血，就这么恐怖。这就是极限生存 USC， 赶紧录点摸索区啊！我觉得玩这个模式要把武器先做好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赶紧生存呀。No， 这个模式挖铁会爆很多的。我们的目标从铁转到了钻石，兄弟们 ，Go go。哇，我这个人其实不够钻石也是可以的，没必要的，钻石有没有无所谓，我都一样玩。哎，20颗钻石，爽死了。50个耐久度啊，看能不能挖到青金石。好吧，现在是9层，我再往上面挖一层，我们在10层。哇，这真的不是后期配音，这是实力。 You feel me？ 这是实力， MC 真男人。旁边有岩浆的声音，岩浆的话应该还有钻石，在我的左边。什么是实力？我身体强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狂死了！哎，我们今天输了3次，3次都中了，对不对？铲铲铲 ！PVP 马上要打响了。哎，我的血量怎么还剩100多滴血呀？我去上面打点猪去啊，吃点肉。走，兄弟，来呀！哎，我只有一个血了，完蛋了！我血量不多，200滴血一打，他血量很少，下去！啊！哦，我走！我怎么怀疑是故意的？挖了这么大的个坑啊！岩浆桶什么全没了。 No， 只有5颗星了，快跑，先溜了，我先溜。你还真追呀、啊、不给面子了。爆一分钟，哇，哎，怎么变成4滴血了？追的挺上瘾啊你啊。好，血少了立马疯狂的追我啊，追到一个四角里面去。对，来机会来了，就继续啊。
啊，来了，外挂模式要来了，兄弟们！三二一，来！啊呀！快装备，快装备！帽子没帽子，帽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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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火速穿！哇！我的血！快！完蛋了！啊！瞬间爆炸！还有五名玩家。运气爆发，太恐怖了！你们打他们的身体，但是这个人蹲着，你们打爆他的，干什么呢？打那个角落里的这个人呢 ？OK， 打了！还有两个人，一百滴血 PK 无数滴血的人，加油！巅峰之战，三多滴血，晋级要没了！哎，你怎么一直在吃东西？因为这个血量显然是太快了，吃金苹果吃不上来的，真的是一把速战，好吧？啊，你们看看这个岛的外面啊，看一看啊，哇！好了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喜欢看我们的视频的话，可以关注。那我们今天的杰伦村就到此结束了。要是各位也想玩杰伦村的话，可以每周六来看我们的直播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